疫情都发生了，我们待在家里虽然很宅，又要有质感的生活，我们要锻炼自己的身心，对不对？他们刚刚那样在玩电动，能够怎样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干嘛？我们现在要不要直接来健身环最初阶的好不好？最初阶打地鼠，三一起来了。最后的健身环，对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小看这个健身环，它其实手要很大力气。然后如果有金色的机器，哎，金色出来了，你赶快转，赶快转，赶快转！而且它上面，它不但有内圈，还有外圈，它有外圈的那个，你要把它打进去。完了完了，啊，外圈来，外圈来，往外拉，往外拉，往外拉。很好。而且那个教练会一直鼓励你，嗯，他必须鼓励你，不然再玩两秒就想要放弃。很累的，哎，你要不要来一下？你要不要来一下？很难吗？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好，瞄准他。哎，你蛮厉害的，哎，马上把他打挂。我跟你讲，进阶版，进阶版，继续继续。还有什么进阶住？就像我们打地鼠变快了，那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！为什么男的变火？这个就很适合你这样瞎打，你真的知道你在玩什么？我知道，你看那还有啦，换你的，换你的，换你的，不是，因为现在很多人在家里啊，都会觉得很无聊。那这个是适合男女老少、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的。那这一关我们说它比较简单，是因为初级的，对，就是手这样子。那为什么会介绍它呢？因为好像这个已经卖到很夸张的出货，买不到了，好不好？现在完全大缺货。然后好像听说在对岸的价格，在去年年底那时候我想买，他说台湾已经卖光，因为对岸价格听说有人愿意出两倍价来买。这也是一种像你们这种收藏的心态膜拜的概念，是不是？因为这种就是所谓的新鲜的东西，新鲜好玩的东西，而且这不分男女老少。嗯，那因为产能有限嘛，所以说这种新鲜游戏的东西的时候，一开始出来，哦，一下就卖完，这也很正常。然后这时候呢，就要凭本事关系，哦，就有可能拿得到。要不然你如果正常去店家买的话，不好意思，卖完了。对。然后要不然就是你要订，然后你有先预订的人呢，常常就是。定了之后什么时候到不知道，就随缘了。然后就是一通电话来，哎，某某先生，你上订的什么东西来了，哦，你才有可能拿得到。对，他讲的头头是道，是不是他很会玩？搞不好会啊，那你可以出来一下，快点出来一下，还没有认错。加油加油！好，除了赛车，我更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你也是握方向盘啊，不管啊，你看到地鼠了吗？地鼠在哪里？对的，等下出来，等下出来哦。夹它。外面也会有，他会。你看，哎，你不错，吊引擎，哎，我刚刚很棒，对，你刚刚在玩什么？好准哦，我刚刚在做节目效果，真的是，那我是职业路线了，没有，你要等一下到。你要等一下到下一关，你要在外面出来。等下进阶版的，对，进阶版的很难，好不好？哎，外面的，外面的，这样吗？对对对，要拉拉开，一定要这样吗？对。可是为什么你们玩起来很好看，然后我玩起来就很蠢的？不会啊，看起来。扩胸，扩胸，很像。扩胸，扩胸，扩胸，扩胸。我怕那个环断掉。外面那边也可以。对啊，等下会被这环被我玩断掉。环会断掉。哎哎。准备好了，准备了吗？吊顶模式，吊顶模式了吗？吊顶模式这样吗？你看是不是？哎，蛮厉害的，你看蛮厉害的，这个有天分的好不好？这个游戏你这样看，它其实有点像那个 F1 车手在训练的时候，他们要好 F1 要这样，对，好，这我知道了，还要半蹲，在训练那个反应力，对啊。哦，行，哎，等一下，你的分数不一定比我高，好不好？哎，比我们高，比我们高。哦，没有那个卡，原来这其实是有点在测那个反应速度这些的，其实还有肌耐力，对手臂这里。它不是只有手，它还有脚，它有各种运动。像你现在扣在这儿，对，你也可以骑脚踏车，或者做其他的打球的运动，对，都可以。然后它其实有点像国外那日本的那种综艺节目，就是有在那种运动那一种，它可能就是前面有一个要跳，你就。脚就跟着这样跳，对对，然后看到前面有头蟑螂就开始跳。你要试试看吗？我现在拔给你。没有，我穿高跟鞋。哎，可是艾迪哥这种玩法就跟过去又完全不一样。以前是享受那一个内容跟互动，那现在这个互动感已经是太强烈了。既有游戏的功能，又有运动的效果，很符合现代人的口味。而且也你看，也只有任天堂做这个事情。对。别的牌子没有做这个事情，对，所以这是一个。那当然，之前还有这个所谓 Xbox 哈，它有出体感，用那个视讯来掌握你的这个手的动作、手的位置、头的位置，你可以跳舞。
对，但是跳舞跳过一阵子就不新鲜了，对，所以他就就无聊了，所以就没有继续往下。所以这个体感的是结合了这个所谓的伸缩手脚，它可以把这个遥控器分散在别的地方，所以有各种不同的玩法。简单来说，这是一个蛮划时代的游戏间运动的一个乐趣。各位跨界小赢家们，大家好，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吗？喜欢的话，赶快帮我们留言按赞。你还想看什么样更多的车款，邀请什么样来宾，你要留言告诉我们哦。最重要的是呢，要帮我们按下订阅钮，然后呢多多帮我们开启小铃铛，分享出去，那也可以随时接收到最新的通知，更多影片都在这里，记得要锁定哦。